却看女孩皱着眉子问着男孩你吃够了没，男孩卷起一根烟霎时间他视线停留在他指尖，不如分我抽一点，你非你的漆黑虽然不能体会你的感觉，但我会试着给社会坚持会变好，却被现实给颠倒，为了面子为了面包的圈子的圈套，于是变质的夜色的刀法变色了，自己的灵魂就写死了，到底什么是爱情我不知道，于是男孩越飞越高越跳越跳到，女孩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够不够好，是否还在冲个冲掉，是否还重要，破了头才发现被自己困在自己做